师、各位讲师、各位坛主、各位前贤，大家好。谢谢站到天师的老千千大德，以及感谢呢各位前贤给获学机会学讲。我们上个礼拜呢，有讲到啊，这个毁庙啊，拆神，大家呢都蛮震撼的。那后学回去以后，深深熟虑啊，觉得说我们纷纷扰扰的同一宫啊，应该这个庙把它拆掉。纷纷扰扰里面的这一些同一宫的神啊，把它毁掉。因为这个对众生都没有帮助，所以要毁庙拆神。然后啊，建立一个信理真传，对众生有帮助啊，哦，苦海之中的灯塔，哦，这个同一宫的方向呢，哦，就是啊，信理真传，把这个呢，哦，在历史上啊来定位。那因为呢，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历史上定位哈，蛮重要的。我们都知道啊，普里天眼佛院，各位知道天眼佛院在历史的定位啊是什么名称吗？观光。天眼佛院呢，在历史的定位啊就是观光。当时老千人主持教化，要呢推广心理心法，就是没办法，就是观光。那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啊，看地开始要盖庙，老前也有指示啊，正向哦要对着普里市区，才会哦法轮常转，帮助众生啊哦能够脱离苦海。可是我们盖成的庙，它的地理变成什么？面对啊礼仪坛，礼仪坛呢就像一面哈、哦、镜子。那天眼佛院呢是美人，美人照镜子。各位浅显，可以意会那个是什么吗？美人照镜子，地理名称，我们台湾话叫做看水，隐身呢叫做观光。所以现在你到普里天眼佛院就是观光，历史定位啊就是观光。那我不希望说我们台南同一宫呢、哦、是定位在、哦、纷纷扰扰，这个对众生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一定要推广信理真传，同一宫的定位啊、哦、在历史的定位就是啊信理真传，是众生呢修道的哦，一个哦指南，哦是一个方向，要朝这个方向努力。所以我们了解到，哦这个呢都要我们共同啊，哦去这个实现。那因为我们哦对开始哦盖庙全心投入，哦一点一滴呀、啊，那个经过啊都是很辛苦，那受到人家反对。哦、有意见、啊、当然心里会很难过，因为佛学都经历过、哦、这一些事。那我们要了解到、哦、当时、哦、投入的心血、啊、没有白费，那个阶段性的任务、啊、已经完成，可以放手。那因为开始的时候、啊哦、我们策划没有那么完善，所以、啊、把树、啊、种在水沟上面，哦、那个树根一直往下、哦、成长，那这样就把水沟阻塞。那我们要了解一阻塞了、哦、那个水、啊哦、流不通了，它会泛滥成灾，所以、啊、就把树砍掉，一劳永逸、啊哦、你不砍以后问题还在。那我们、哦、底下的工作太多了，就把它拆掉，因为那个使我们分心，使我们呢增加负担、哦、都全部清除掉，全心全意、啊、投入、哦、信理真传，这个才有价值。在历史定位啊、哦、同一宫就是信理真传，不止在我们台湾，可以在全世界、啊、都发光发热，这个才有价值、啊、
所以我们呢一定要朝这个方向，哦，不要昏昏倒倒，那样子啊，哦，对大家都不好。同意吗？同意。哦，所以呢，大家就要一条心，哦，推广。那因为各位都讲说，哦，这个易经啊都听不懂，啊，或许今天哦不看书，全部呢，哦，用黑板跟各位交代，哎，希望说我们呢大家共同努力，哦，了解一下我们古圣贤所留下来的智慧，对我们帮助非常大，哦，真的最上圣。而且啊，也有先贤在问，为什么现在儒家应运啊，我都不讲这个儒家的经典？那各位先贤，易经就是儒家经典，最高的儒家经典。全部呢，孔子的十义呀，啊，哦，那个啊，翅膀那个十义，哦，或许现在正在写，哦，往后，啊，我们都会拿到，那个就是最高的哦，儒家思想，而且跟天地呢，哦，都相通相合。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始呢，哦，讲这个哦易经。那一样呢，哦，各位就要了解到。我们从哦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哦十这个数目啊，就可以帮助我们修道，而且是很明确的哦，切实的哦，能够让我们呐，啊，哦进入哦修道的状态，也能够体会啊哦我们的心呐，啊，跟天地的心竟然是合在一起的哦。那现在呢，或者就哦开始讲哦。我们呢，从无极，哦，然后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哦，那么从呢，哦，太这个无极啊开始讲。那无极呢，我们在哦这个哦符号代表呢，就是一个零。我们用呢这个零啊代表无极，各位有听到声音吗？好，哦，有就好。我们要知道，哦，我们所有凡尘的，哦，万象万事啊，都在这个无极里面。哦，无极啊，就是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原始状态。哦，所有万象万事啊，都在这里面。然后我们往后啊发展出来，哦，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全部呢。哦，都在这个无极里面，都在里面，不是说另外再有图画出来。哦，那无极呀，啊，哦，生太极，太极呢，我们就用哦一点哦来代表。哦，那这一点一样啊，哦，就是在无极里面，哦，无极，然后生太极。哦，无极是我们呢，哦，佛性本体，一太极了以后啊。哦，我们了解，哦，跟我们呐，啊，啊，很亲切，可是已经哦有一点点哦离开本来了，哦，那我们呢把这一个哈，哦，先哦了解它怎么来，哦，因为我们无极的灵啊哈，把它切断以后，把它拉直啊，就变成哈一个一，所以啊，知得一啊，万事毕，就是这个。我们已经知道无极了，哦，知道无极啊，就是知道一。那所以各位浅显啊，我们都求到了哈，哦，我们哦人啊，哦，然后得一是什么？就是大，我们都是大人。啊，大人啊，以天地哦何其德，以日月啊何其明，以四时啊何其序，以鬼神啊何其吉凶，就叫大人。所以我们要启勉自己呀，啊，我们就是大人。然后啊，我们再把这个一哦，把它浓缩，把它浓缩了以后，哦，就剩下呢哈，哦，一点，哦，这一点呢就代表啊哦太极，然后太极里面啊哦就已经呢包含哦有两仪。那两仪啊，我们用哈，哦，这个符号来代表，哦，就是两仪，一个呢哈，阳仪啊，一个阴仪，
啊，我们哦，把白的啊，哦当阳鱼，把那个黑呢当阴鱼，哦阴鱼阳鱼，这样知道吗？就是有阴阳，哦，我们有阴阳，阴阳以后啊，就是已经有对待，有两边的对待，哦，有阴阳，哦，然后啊，我们呢了解说，两仪就生四象，哦，这个多的地方啊，哦，我们用呢那一个符号来代表，哦，这个呢，哦，叫啊太阳。那个阴的很多的地方啊，哦，这边呢就叫太阴，哦，太阴太阳，然后呢还有哦那个啊，哦少阳，哦还有那个哦少阴，这样呢就是四象，哦有两仪，然后生四象，这样听懂吗？哦，就是已经两仪啊生四象。哦，已经有了哦，生四象，已经慢慢形象啊呈现，然后四象以后啊，对我们来说就比较亲切了，因为它再下来啊就是八卦。各位呢，哦，要把哦那个啊哦卦的符号啊哦前三连，然后呢坤六段。然后理中西，哦，坎中满，这个呢，或许在书里面都有写啦，只是这样讲让我们更了解。然后啊，这边哦，对上缺，这边呢哦，巽啊下断，哦，这边呢哦。哦，这边是正阳鱼，这边的巽下段，这边的艮互晚，想了解吗？八卦，哦，八卦的这个图啊，哦，就是这样形成，哦，前三连坤六段，离中西呢坎中满，对上缺呢正阳鱼，巽下段呢滚复丸，哦，我们最好都能够，哦，把它那个记下来，因为对我们哦啊蛮重要的，这个叫先天八卦，哦，先天八卦的部分。那我们呢？哈，接着就来排它的数目，哦，这个乾啊就是一，哦，兑呢就是二，离啊就是三，哦，震呢就是四，哦，这边呢，哦，始于阳，然后这边呢始于阴，哦，啊阳就是男，哦，啊阴呢就是女，所以男左，哦，女右，哦，啊，然后这边四了以后，哦，五，哦。六，哦，七，八，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哦，一个呢，哦，反时针，一个呢顺时针，哦，数目呢，这个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哦，这样知道了吗？知道。哦，然后啊，我们哦就了解到，哦，我们现在来讲，对我们很有帮助的生活，哦，在呢钱的部分呢，啊，哦，是原点。原来的地方所在，我们本来就这样，心里面没事啦，哦，心里面都没有事。可是啊，我们要跟凡尘接触，那凡尘接触以后啊，哎，就是哦，已经啊，进一阴，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反应啊，都已经哦，进一阴了，就是已经有自己的意见，哦，有喜欢讨厌，有自己的意见。这个已经啊，哦，进一阴，然后进一阴以后啊，我们会变本加厉，哦，就进啊两阴，进两阴哦，就到这边有没有？这边两个阴有没有？好，
已经呢就更厉害了，哦，那个心思啊，想着对自己的，哦，那个利益啊，哦，更重啊，所以就进两个因，然后进两个因以后啊，他因为哈，哦，自然气势的运转，让我们哦进到全部都因，就是啊已经哦坏到极点的啦，哦，那个心啊已经哦很不好，那物极啊必还，哦，你坏到很不好的时候啊，你就会想啊，我这样的生活已经没有意义了，我要改变，然后改变了以后啊，哎，我们真的哦会变化，哦，就进啊哦一阳，进一阳啊，就是已经有在行善了，有做好事了，那自己啊哦做了以后高兴，那又受到人家称赞，我们又会哈，哦，哎加工用行，然后就进二阳，进二阳了以后啊，哎，我们又更会努力的去做，又回到哦进三阳，全部都回到原点了，哦，这个就是我们生活之中呢，哦，自然的运转，我们受到气数啊，哦，自然的带，哎，气势安尼在给咱带，一点安尼，哦。哦，到原点的时候啊，哎，就有一点哦，我们的私心，然后私心更厉害，哦，就恶因，再接着啊，哎，全部到哦整个三因了，哦，物极必反以后啊，才进阳，哦，行好了以后呢，又增加进两个阳，然后又回到呢，哦，原来的原点，哦，就是哈，哦，已经都全部前。哦，这样了解吗？了解。啊，不要以为说我们回到前就很好了，因为气数还在转，还在走，不停的，我们又会啊重复，哦，又是进一阴、进两阴、进三阴，然后又会哦物极必反，哦做好，就这样哦没完没了，这样知道吗？所以啊，或许在里面就有写，我们从无极，然后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十六卦、三十二卦、六十四卦，哦，这样联系下来，它的哦轮回的数目啊，就是一二四八七五，一二四八七五，哦，各位可以在那个数目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这样一直转哦，它一定是一二四八七五，一二四八七五，所以这个六个数目啊，就是六道轮回。那我们在气数里面啊，自然走到六道轮回，自然的，哦，自然有六道轮回。那我们哦就可以看，哦，什么数目啊不在六道轮回？对，就是三跟六，哦，离中西呢跟坎中满这两个，哦，不在六道轮回，啊，所以我们修道的时候啊，哎，就是已经进入啊抽坎田里，哦，走路啊，抽砍田里，只要我们是改毛病、气脾气，把我们佛性所没有的去掉，都在这个位阶抽砍田里。哦，那各位就可以了解，我们把哈，哦，那个砍呐，啊，哦，砍跟犁呀，啊，哦，这个砍跟犁。把这个坎哈，哦，这个抽出来，哦，把这个抽出来以后呢，哦，田带呢这个犁，是不是已经回归本位？对不对？哎，所以我们的努力方向啊，就是抽坎田犁，只要是我们佛性里面没有的，我们都把它去掉，那个已经哎，哦，不走入啊六道轮回。已经不在六道轮回里面，哦，所以啊，是时以哈，
声闻啊跟缘觉。那声闻修成呢，就是阿罗汉；缘觉修成啊，就是辟支佛。哦，所以这两个啊，不在六道轮回。哦，可是呢，他还在呢阴阳之中。哦，还在两仪的阴阳之中。那我们哦，把那个哦三跟六啊加起来多少？哦啊九就是菩萨的位阶。哦，它是纯阳，哦已经都不变了。哦。所以是菩萨，哦，然后啊没有看到死，对不对？因为死它包含在中央，哦，底下中来对啦，哎，所以那个死啊，哎，就在哦我们那个哦所有事的哈，哦，那个里面，哦，是死于中央部位，哦，就是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哦，那个死啊是一个圆满，哦，圆满的事，所以我们对哈。哦我们那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哦都了解，那我们应该哦就走三六，三六以后啊熟悉一直做哦，三六加起来九菩萨哦，那个程度已经高了哦，到菩萨，然后菩萨了以后啊，哎我们又回归到原来的哦佛性本体啊哦圆满的数哦，那个十啊就是圆满数哦，一个圆满数啊就是十。这样了解了吗？哎啊，所以哦，我们了解说哦，这个对我们的帮助啊，哦很大。我们只要记住哦，不要走哦，一二四八七五，一二四八七五，不要走哦，这六个数目，我们走三六哦，三六熟悉了哦，程度高了就变九哦，啊九到圆满就十，哎啊这样呢，对我们就有一个引导。哦，一个啊努力的哦那个方向。那我们呢，哦了解说呢，这个八卦哦形成呢，我们八气、八节气呀、啊，八节呀、啊、就是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啊，八个节气。那我们呢，把那个哦八个节气呀、啊，用哦那个句呀、啊、把它说。
所以立于经称啊，千古天，夏满芒夏的四相连，秋实入秋寒啊霜降，冬雪雪冬呢寒又寒，这个用台语念呢哦，非常的古溜啦，或者在后天寺庙哦学的哦，春入哦，惊春千古天，夏万芒夏四相连，秋实入秋寒霜降。当时西当寒又寒，哦，各位有没有听过？老一辈的可能会有了、哦、那这个呢？哈、哦，节气呀、啊，24个节气呀、啊，哦，就在这个里面。哦，春呢就立春，哦，雨呀、啊、就是雨水，惊呢哈惊至，哦，春呢就是春分。清呢就是清明，哦，谷啊就是谷雨，哦，这样呢，春天的哈气呀，哦，就已经全部在了。立春、雨水、惊至、春分、清明，哦，谷雨，然后呢夏哦，立夏，哦，然后呢小满，哦，芒种。然后呢？哦，夏至，哦啊，暑相连啊，就是哦，小暑跟大暑两个哦相连啊，所以我们了解说，哦，夏至啊，一定在国历的6月21号，这一天白天最长，哦，6月21，国历啊，哈、哦，那个第一，就是哦。哦，夏至，然后秋天呢？哈、哦，立秋，哦，然后处时，哦，这个白露啊，开始哦，会冷啊，爱加皮啊，哦，然后呢，秋分，哦，寒露，哦，然后呢，哦，霜降，哦，霜降一个开，哦，这个秋天的节气。然后冬天呢，哈，立冬，哦，小雪、大雪，哦，啊，冬至呢，一定伫个哈12月21，即天哦，暗时啊上长，哦，6月21啊，白天最长，哦，12月21啊，哦，是晚上最长，哦，伫个冬至，然后寒有寒呢，就是哦，小寒。跟大寒、哦、就是一年之中的、哦、所有这个节气、啊、都在这里面，这样了解吗、一样、哦、就是都气数在运转、你如果说白露看到你日历里面它都会下、哦、当时要白露、你如果看到白露、哦、大概要准备米皮要准备出来搞、哦、开始寒了、哦、就是已经会冷了哦，所以这个是哦节气，这样了解吗？哎，那我们接着哈、哦、研究啊，《易经》啊，一定要对哈、哦、河图啊跟洛斯啊哦了解，哦河图啊跟洛斯这两个哈、哦，哎一定也要了解它的内容。那了解了以后啊，哎我们可以从里面哦得到很大的哦启示。哦、对我们、啊、很有帮助。都写了吗？啊，看不到哦。那我走到旁边去，这样可以吗？可以啊、哦。好。对，农民历哦，里面会有，有的啦，有的会有哦，不一定每一本都有，嗯，只是啊，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种尝试啦，哦，一种尝试。
查好了没？还没啊？
所以这个抄好了没？好了，好了哦。我们现在呢，来哦讲解那个哦清潭里呀、啊，哦跟那河图漏书的这个关系，哦，我们的这个排班的时候啊，各位有参加过法会啊？还有参加过请坛礼吗？啊，是我们哦，是六个拜殿还是十个？六个。六个啊、哦，还咧头刚减了啦。哎，跟哦原来的哦，或许那个时候啊，哎，都是老千在请哦，在请坛，啊，那个都是哦十个。哎，那个时候民国六十几年的时候，哦，那个时候啊，因为慧姐很喜欢带道亲去开法会，他每一次啊，哦，慧姐都端供，然后啊，接着哦，啊，这个请坛，那这个请坛哦，各位要了解到，他就是哦，已经啊，把那个河图跟漏丝啊，全部哦，就已经哦，啊，放在这个里面，啊，所以啊，我们了解说哦。真的，我们啊，就跟天地呀、啊，哦，一起，哦，是始于这个，哦，因为我们都求到了，是大人，然后哦，与天地呀、啊，哦，我们呢、啊，哦，以天地呢何其德，以日月啊何其明，以四时啊春夏秋冬，哦何其序，以鬼神啊何其吉凶。好、啊，我们哈、哦、都不知道了。哦，我们那么久，各位有参加过哦这个请坛礼吗？都有见过，对不对？好、啊，我们呢都不知道说，哦原来我们都跟呢，哦天地何德。日月和明，然后四时哦，四时啊和序，然后鬼神啊何其吉凶。那我们哈 来看一看他的哈、那个排列哦，我们那个啊这个开始啊各就拜位的时候啊哦，这个第一位啊是不是走到这边来？对不对？哦，第一位，然后第二位呢哦这边走到这边来，对不对？哦，然后第三位啊，哈、哦，走到这边来，哦，第四位啊，走到这边来，哦，
然后第五位啊，找到这边来，他就呢形成这个五那个三一，然后二四，然后第六位啊，第六位呢就走到这边来六第七位啊就走到这边来七，然后第八位啊走到这边来，第九位啊就从旁边过来，第十位啊就从边过来就是啊这个九七六八十，对不对？我们是不是这样走然后一三五这个其次啊叫天然后二四呢这个叫地，所以啊三天两地三天两地啊合一数三天两地而一数这个奇数啊是十以天，偶数呢是十以地二四啊十以地，然后各位填写五加三加一多少九，然后呢二加四呢然后九六九六九六就是阴阳九六啊就是阎罗子，所以我们就是这样来的九六九六阎罗子然后我们了解说这个根合土里面各位就看一六同中一样的都是在中央，对不对一六同中，然后在北方然后呢二七同道在南方，然后三八为蓬在东方，四九为酉在西方，五一十相守啊在中央，有没有？然后啊我们再看那个河图啊就是啊天一生水，第六成之第二生火，天七成之，有没有？有没有？我们那一本里面都有写，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就是了解啊它呢这个啊二四四二一三五啊这个是生数，然后呢九七六八十啊这个是成数生成上面啊这个是生，底下呢这个是成，生啊就是我们比如说天一生水天生水了是不是啊还没有神像可以看，然后啊第六成之地的六来成啊就让你看到这个水啊，水啊我们去浇木就是啊三八是属于木啊，咱改啊球啊都会大，对不？所以这个相生相成就属于啊河图相生相成，那各位可以看它那个隐含在中央的六减一啊多少已经就五，就是我们的根本不动的然后呢七减二，八减三然后啊九减四，全部都是五，对不对？所以这个五啊就是我们根本，它不变的啊，那个生相生相成啊它会变它会有变化这个是属于说我们浅谈离根呢合土的关系。然后啊现在我们讲到洛书，那洛书呢就是啊带九里一这个啊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主，五基啊中央，我们画一个简啊简字，带九里一左三右七
哦，二四啊为肩，六八呢哈、哦、为足，然后五居中央，哦，这个就是洛书的九宫啊，九宫哦，九宫图就是安尼。然后各位同学，我们看哈、哦，这个哈、哦、四九二七，哦。哦啊、三八、哦、一六、哦、这个四九二七、啊、它是属于后天八卦的，不写呢把那个、哦、后天八卦把它画出来，各位那个手上的、哦、那个、哦、后天八卦有没有画？有没有？这边四是属于什么？巽下段吗？巽下段正啊三呢？三正啊正正阳鱼啊、哦、哎正正后天怎么画怎么打？好、哦、棍。正阳鱼困惑、啊、因为后学把那个易经哦，已经放下四十年，所以哦，现在啊又回想起来啊，还不是那么熟悉呀、啊，所以还正在努力呀、啊、吼、哦。
恢复之中。啊，所以这个哈、哦，这个它是始于，哦，我们知道啊，这个这边哈、哦、是始于前，哦，哦啊这边呢、啊、是始于坤，四九二七呀、啊、哈、哦、是始于坤，然后三八一六啊哦是始于前。正哦，就是长男。哦，棍，棍护丸呢？哦，就始于哦少男。然后坎呢，就始于中男。乾呢，就始于复卦。哦，这三个呢，哈、哦，都是始于啊这个乾，然后这三个啊，哦，这哦四个，这坤呢是始于哦母卦，这始于母卦，然后巽下段呢？哦，是始于长女，离中西啊，始于中女，然后啊，对上车始于少女。哦，哦，所以啊，是一个家族啊，哎，我们的家族哦，所以啊，哈、哦，这个阴，这个是阳，啊，所以各位就可以看哦。我们那个排班出来的哈、哦，这个四九二七，哦，四九二七呀、啊，就始于母卦哈、哦，全部都是坤的，哦，女的。然后这边呢、啊、哈、哦，这个三八哦一六，哦，这个三八一六，哎，就始于哈、哦、啊我们那个互卦，哦，所以啊阴阳哈、哦、已经都哦排列，那在我们哦。那个浅潭里面的哈、哦，它都已经呢哈、哦，这个已经把它已经都分出来，哦，有先天八卦的，有后天八卦。可能我们哦，这个参加这个法会啊，哦，参加的那个浅潭啊，都还不了解到哈、哦，哎，原来这个哦，我们所排的里面啊，就已经是一个最上的。见理呀、啊，哦，它的理呀、啊、不在哦外面的那个哦形象的哦那个哦重点，而是在我们一片的哈、哦、哎那一种哈、哦、诚心。那、啊、所以我们心呐、啊、就与天同，心哦跟天地呀、啊、已经合在一起，天人合一呀、啊。所以啊哦与天地啊就合其德，哦与日月啊。就合其名，哦，以四时啊，春夏秋冬，哦，就合其序，然后以鬼神呢，哦，就合其吉凶，哦，所以我们在啊这个浅潭啊办道的时候啊，哦，就已经呢，啊、哦、跟天地啊，哦同心呐、啊，已经合在一起，可是大概我们都没有研究哦，不知道，哦，不知道这个哦，他已经呢。河图跟肉丝啊、欸、就在我们那个哦浅潭里面哦都已经包含，那往后呢我们就更了解说哦原来我们在哦那个形象哦那个浅潭的哦一些构成里面，就把天地的整个哦那个真理整个真心啊哦都呈现，这样有没有对哦易经啊了解一点？哦，这样呢啊，或者就觉得说哦，不从书里面来讲的话，哦，从现象来讲啊，会比较清楚了。哦，有没有？哦，就比较清楚了。那我们呢？哦，可以又回到啊，我们哦这个上礼拜啊哦没有讲的。
我们上个礼拜呢，讲到第几页？第二十页吗？好，已经讲到二十三的了。好，上面吗？下面？上面啊，好。哦，讲到呢，这个七言啊，之首自出，哦，向下呢，金星天为坎之时，水星天呢为坎之中，月轮天啊为坎之辰，哦，坎卦一阳，现于啊，哦，二阴之中，故呢行迟，你行较慢，每日呢不及啊，哦，恒星天呢，哦，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不及呀、啊！入人天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哦，历二十七日半，而以恒星天，哦，互会于呀、啊，初起之度，二十九日半以日人天互会于呀、啊，哦，初起之度，未知呢，一个月，哦，此受虚呀、啊，哦。之所自出也。那么和气盈、哦、以受虚而论语、啊、生焉，故、啊、前为成阳、哦、动中动而行见，离为动中静而触见、哦、见的第二次、哦、比较没有、哦、行见那么强，坎为、啊、静中动而行持，坤为呢静中静、哦、而以、啊、不动为正。那么中动天、啊、虽一气、啊、昏圆，上呢贯、啊、星斗，下贯呢大地，中呢贯人物啊、哦、七身往来，末运啊四时、哦、中时万类，然上则清清而行数，下则重浊而行迟，虽虚空呢，哦，料锅渺无际涯，气之所至啊，哦，以数推之，哦，不以呀、啊，哦，累数，此七正啊，哦，之所分也，哦，所以我们了解哦，这个都天地啊，哦，自然，那么八卦之所以判，哦，任于呀、啊，哦，之所有起。皇帝之时啊，哦，神龟出落，哦，风祸啊折之，哦，神龟吃了以后呢，风祸啊去效华，以掩其仪。那大禹啊，哦，折之，哎，大禹啊，哦，就接收，而掩风范。哦，文王啊折之，而翻呢卦象，哦，就是翻成后天八卦，获得其数啊，获得其象。哦，总是征伐，而后天啊之大用哦，张仪。那么天仙落施啊，即中动天之大用。哦，所以啊，哎，是施于后天。那么预曰：哦，参无以变啊，错中其事啊，哦，即言落施之术。哦，落施里面的术，哦，参无以变。哦，皆指孔子事啊。而威严绝，其文啊虽成，而绝者啊先矣。哦，文章虽然都还在了，可是能够解得开哦，就很少了。哦，那个先呢、啊，就是很少的意思。那么神龟出落，谓之落书，其数呢，带九里一呀、啊，左三右七，二四为间，六八为主，五数啊居中，以应八荒。纵横呢，这些十五事，哦，纵横之事啊，始于八则，八节之位也。推而至矣啊，二十四则，二十四气呀、啊，哈、哦，之为我们刚才哦讲的。那么每气呀、啊，哈、哦，十五天，哦，五日啊，六十时，哦，三五一气，一百八十时，三言一周，
耳后呢气始焦，哦，此症啊三五啊已变也，哦，三五啊就开始变了，哦，三五不约呢三五，而约呢，哦，三五者，哦，中洞天三百六十五路四分路之一，升降啊一周，哦，至一啊至九，阳气上升，哦，此太极之阳矣。而春夏呢之阳亨，哦，雨焉，哦，记在呢，哦，元亨里面。那么至九至一呀，啊，哦，阴气下降，此太极呀，啊，之阴矣。而秋冬，哦，立贞，哦，雨焉，哦，这个元亨立贞，哦，啊，立贞呢寄托在这个里面。那么天呢统四德，即统四象。那么四象非他，即春夏秋冬之谓也。那么春有立春，春分；秋有立秋，秋分；夏有立夏，夏至；冬有立冬，冬至。而八节啊，分矣。此四象啊，之所以生八卦，自八节而推至二十四气，而三五已变啊，哦，这十之也。以了然，哦，以心目矣。那么三五而曰三五者，气呀，啊，非形止之比，哦，气呀，啊，没有形象，虽有节次啊，十五间断，哦，虽然它有节次，哦，二十四节次，但是它没有间断，昏而未尝不合，哦，三则混合无间之谓。哦，三呢就是混合，哦，已经都没有分开。那么凑则，哦，阳顺呢阴逆，哦，各行啊其道，哦，流行不息，对待而观，总不离纵横啊，哦，十五之事。凑则昏也，中则佛，哦，和也，哦，所以，哦，三五啊，哦，这个凑中，哦，这个三五已变啊，错中其数，哦，所以这边啊就错则昏啊，哦，中则合。那么太极之气啊，哦，浮沉升降，末运啊，哦，四时，哦，高则轻轻而行数，下则呢，哦，重浊而行迟。此向天七正啊，之所以啊，哦，这个错中也。九宫别运啊，哦，阳盛阴逆，此七天九宫之所以啊，哦，错中也。七正呢，哦，天贤相啊，哦，著名，哦，把它很素的，哦，明显的，哦，表现出来。莫大乎呢，哦，日夜之变，三无而盈而生呢正对，哦，乾，此西南德鹏之象。哦，这个西南得鹏，哦，那个鹏就始于啊阳，三五而亏啊，而巽坤，哦，艮坤，此东北啊，哦，上鹏之象，而作化之本啊，哦，有自来矣。哎，那个化，哦，化卦的那个本啊，哎，就是这样来。那么太极七天，哦，九宫的得，哦，得运。年月日时啊，各有优失，而蓄筹之法有取也。哦，那个蓄筹，参哦三五已变呢，错中其事，至八呢推至二十四，至二十四啊推至七十二，七十二呢推至啊四千三百二十，纵横十五，自然而然哦，丝毫不立哦，不问。哦，此太极气天呢，哦，是自妙者也。那么达而自用，哦，上推啊亡古，下推来今，哦，彗星呢成王，吉凶呢，哦，毁旧，哦，绝漏影响，哦，此又九宫之神乎，哦，其神者也。风祸得之而掩其，大禹得之而蓄筹。文王得之而演绎，啊，孔子得之而戏辞。古之，哦，圣帝明王
分田呢哈自入，则以哦之为景天华，建邦呢哈设都，则以之啊为明堂位，哦明正堂之堂，哦正教之堂，哦司马哦招讨哦这个官民掌金政，行则为政啊，治则为营，战则哦。啊，以之呢为奇政变化，哦，孤虚呢生死，向背啊哦屈臂之用，此事乃后天之用，哦神化之意也。其纵横错综，集之以啊四千三百二十，及七十二祸，每祸呢哦六甲六十死之积也。那么离则、哦、不动天，去则呢、哦、中动天，离静、啊、为精，气动呢为微，精微精则静而不动，常而不变、哦、故曰呢、哦、微则流行不息，变而有常，故曰五行。那么此两则同塞宇宙啊，同贯的万物，同在呢无声无秀之表，进入啊不读不闻之中，而有可道可明，不可道不可明之分。可道可明者，中动之气，流行不息啊，有居可行；不可道不可明者，不动呢哦之理，进而能应。哦，神妙莫测，不动之理即河图啊之所从出，此不易啊之易啊哦理学也，哎，所以我们佛性本体啊就是这个哦不易之易啊，哎那个理学不可道不可明。那么中动之气啊哦即落思啊之所从出，此呢变易啊哦之易哦，所以数学。哦、上面不易、啊、是理学、哦、变易、啊、是数学、哦、七正天之日夜，交易、啊、之易也，乃卦象、啊、之所从出、哦、象学、哦、数学又到象学，理学、哦、数学象学及上中下、哦、三圣、啊、之分。不动之理自妙呢、哦、自神，不举而速，不行而至，无为而成，入水、啊、不溺、哦、入佛不焚，穿金透石而无碍，离及周子所谓、啊、无极之真也。当二无之精、哦、妙合之际、啊、无极之真即以哦，之妙合而拟，二五之间啊，哦，生有形之身，无极之真呢，作神妙啊，无形之现。那么此性乃人生而静之性，哦，性善之性，恒性之性，亦即中央所哦，中庸所谓啊，哦，天赋之命，本然之性。于田所谓啊，哦，微微之道心啊，哦，微妙难见的道心。那么西子所谓啊，哦，涅槃之妙心。那太上哈、哦、老君所谓啊，古神不识真藏之性。古人所谓啊，哦，三教归一，万华归一则，哦，盖谓啊，自见啊不动天，神妙。哦、不测之理，包罗天地、啊、养育群生、哦、虽无声无秀，而实、哦、而无在而无不在，处离无所不离，万物、啊、同体一离，物物、啊、各具一离，故天有天离，地呢有地离，物有物离，人有性离、哦、三教、啊、皆人也，哦，即皆有性也，性啊，哦，即理也。那么此哦，自静啊，不动之理，由大海之水也。哦，物物啊，各具一理，由一覆之水，
洗洗啊与大海相通，所不同者，水有形而离无形，水无知而离有知，水有在啊，亦有不在，离者呢，无所不在也。水有时而尽，离者无时候尽。哎，离就是不会尽啊，全部都在。水尽之后啊，而离复生，哦，复能生水。古人都以水喻道者，哦，两大内外，哦，天大地大，哦，两大能通则三，而水积其末。盖水，哦，能通在地啊，有直之类，而不能通，河汉兴夺。一通呢，河汉兴夺，必须呢化气。中洞之气呀，啊，哦，上通呢，哦，斗钮。下通大地，中通人物，而不能通元气之表。哦，无极天、大罗天、天外天、生天生地之天，一通呢？天外天啊，必须化神。然通而不知其通，不得大通、中通者，气禀之机啊，物欲之弊。迷真的直往流浪生死，不得啊明善复出，哦，尽人和天，哦，还归啊圣意者，此其故也，哦，就是被啊气禀所击啊，物欲所蔽，故呢人心啊为为，哦，人心为待不安，道心为微，哦，道心微妙难见，为精为欲啊，允足绝中，一十六字啊之传，哦，出自唐虞，故四渠，哦，人寿至真，哦，上离，此中天大同之圣也。哦，系此传曰：范为天地之化而不过，哦，就是范为整个天地呢，哦，没有过错，哦，没有超过。起成万物而不移，哦，把它呢万物都雕塑成了没有余肉，通乎昼夜之道啊而知，故神无荒而意啊，哦，无体。那么又曰，哦，意啊无失也，无为也，哦，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哦，所以我们，哦，了解那个无为寂然不动，哦，是追求的啊方向目标。万为天地之神，即自见啊不动天，无极之理。理者啊，哦，神之体，神者呢理之用。哦，神理则合，圣欲啊，哦，之一贯也。圣欲则合，无极理天也。哦，所以我们要呢，哦，回到呢无极理天。那么孔子有见于此，故啊造诣之词，哦，造诣之词呢，故以此天同体同寿永绝长存，此登峰造极，哦，自极无以复加之地，故称，哦，圣称至圣，离称至离，道称呢至道，善称至善，人称至人，哦，神号至神。儒学，哦，不自持，见，啊，不记持，行不道持，得少则执者，则非道家之学，哦，所以我们学没有到这个地步，哦，见解，啊，没有到这个地步，哦，行持不到这个地步，哦，得了很少就满足了，哦，这个不是道家之学，哦，还没有到家了，哦，还要再努力，哦，还不远，哦，快到了。那么佛曰：一合理相，哦，金刚经里面记载，哦，老子曰啊，大道无形，哦，生于天地，哦，四玄二圣啊，皆身造，哦，身造的圣欲，忧虑啊，圣欲者也，哦，故称啊，天人师表，哦，他们都已经到家了。盖自见啊，不动天而下为众动天，哎，就是我们的，哦，这个气天。此天之气啊，
虽密轮两间、哦、天地之间，而阴阳绝胜、哦、五行啊、哦、凑杂、哎、就是阴胜阳，阳胜阴、哦、阴阳互相比赛。那五行呢、哦、直命水火土啊、哦、凑杂，动而、哦、难静、哦、这个薄而难成啊。人之降生之时、哦、立地一生，此气呢由口鼻而入，此后天之性命也、哦、故命曰、哦、气数之命，性曰、啊哦、气质之性。那么心曰呢、哦、人心，神曰呢、哦、是神，作七情之领袖，而获其之欲啊、哦、其有根矣、哦、就是有来源。若不明乎理、哦、又于气中，便也去呀、啊哦、似乎在其中、哦、却亦调息，终身不殆、啊哦、可成此天之果、哦、就不高了，只有到这里。众人挥引走物、啊、感而遂通，中洞天流行之气十二万九千六百年终归穷尽，此天既尽啊，成此天、哦、之国者，能不随之而尽乎、哦、所以就随尽了。是、哦、曰、哦、老经八万绝啊，终西落空往、哦、养见啊色西空，历尽啊、哦、终归堕、哎、一定堕落下来，盖、哦、为啊修此天之国者而发也。那么此天之下、哦、七正，日月金木水火土、哦、七正、哦、这个象天，取坎田里之法本于象、哦、取坎中之阳，田里离中之阴、哦、补离成乾、哦、日月汇合绝而成丹，木火一家、哦、一日为性，金水一家，坎业啊为命，坎里颠倒哦，处五合三，会三为一，性命啊哦双修哦，意尽哦意大尽理哦，就很大大的哦尽理真理哦，做到忘时万有空，冥冥遥遥啊一真中，太虚郭漏啊难哦寻找，恍惚呢蝙蝠啊水月中。哦，这个呢就是告诉我们凡尘啊一切都是虚幻不实在。那么又曰、哦、水月蝙蝠啊、哦、易消融，灵明体合啊太虚空，色空始见啊空空色，认得无黄万象中、哦、到此境界啊无极、哦、太极理天气天、哦、了然心目哦，心目啊都已经知道了什么是理天，什么是气天，什么是无极啊，什么是太极。此之呢，哦，善教圣人皆以理天啊为上圣啊一圣之天，回是啊气天哦象天尽成呢哦超薄哦那个啊都没有营养。在象者哦莫又以象。自气者啊，莫又以气、哦、不要局限了、啊、哦，玩起眉目啊，洞观无疑，必到呢无极理天，以三教圣人呢取间同受呢而获矣。一贯则自静啊不动天，以理贯万物，乃河土啊哦之所从出，为人生本然之性。道心哦，元神之源，一回此天哦，必须要遵守哦，孔老夫子之事物哦，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哦，非礼勿言，非礼勿听，无佛门之四相，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哦、寿者相哦，须邪门啊之清净哦，一尘不染哦，一念不生，功行圆满。哦，甘头啊，进步一境啊，即超三界外，不老坛子啊，了修行。
哦，这个坛子修行啊，修行都超过了，不用了。中洞天哦，以气贯万物啊，乃洛书之首从出，哎，就是后天八卦，为气数啊之命哦，气质之现，人心啊哦，是神之言。那么其为气也啊，自大自刚，以直阳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哦，此玄关呐、啊，一贯之远，所以也有成就了。那么七正哈、哦、象曰日月啊，哦，盈亏为化卦之源，日以日月哦盈亏哦生卦而论，则西南得蓬自正而对，此阳进啊之卦也。东北上蓬自巽而艮，哦，自艮而坤，此阴退啊之卦也。哦，卦则哦贵也，日月啊哦悬挂虚空而生卦，爻则交也，哦，日月相交而生卦。八卦呢，只见六卦，六爻即是八爻则，乾爻用九。哦，坤爻用六，九六啊为他也，九为后天之离，六为啊先天之坎，坎离者啊乾坤二用，哦，六卦加哦坎离而成八，六爻加九六哦一哦而一成八，哦六卦呢非坎离不生，六爻非九六呢哦不变，此天盘哦之八卦。哦，加以地之八方，以八乘八，而六十四卦哦完矣。八卦以阴阳二气贯，二气乃一气呀、啊，哦，之屈伸，乃是一贯也。而出图则哦，现不动天，无极真理之一贯也。而本然之现啊，有局言。若出师则现啊，中动天。太极元气啊，哦，之一贯也，而气质之现啊，有取也。伏羲画卦，现七正，哦，日月金木水火土天，哦，玄象啊，哦，这个著名，哦，这很显著的，哦，能够看得很清晰。助气啊，哦，入象之一贯，哦，此得之，哦，仰观者也。又有自俯察而得者，哦，中华大局，南方呢都暖，哦，晨阳之怪，哦，故啊乾南，北方呢都寒，晨阴之卦居之啊，哦，故坤北，哦，日生于东也，而哦驴击之，月生于西也，而坎击之。西北哦多山也，而艮呢击之；东南多水啊，而兑啊哦击之。寅为哦青龙之位，而震呢居之；申为白虎之乡，而巽呢击之。哦，震为雷，巽为风，雷从龙，而风呢从虎啊。此南赡部洲一洲之意也。而三洲不以焉，哦，三洲不这样子。盈天地间啊，哦，无非在象，哦，天地之间啊，所有万象啊，哦，都呈现，哦，贫穷笔墨一时啊难尽，哎，就是我们要把它写出来，哦，难写的尽啊，了举一二，哦，以花呢，理气象之来源，哦，理气象怎么来的？预言十二会。哦，六会开悟啊，六会闭悟，智哦，智慧开天，为自由入哦，自无啊入游之见，天地人哦物之性，哦，智慧入理，丑慧入气，隐慧入相，哦，经历啊毛尘世哦，六会啊而万象啊哦齐全，五会传道。哦，为自由还无之见，故由气啊，哦，由相悟气，自气啊还离，哦，此尽人合天，玄观圣域啊，哦，造诣之次第，
我们要修持的内容哦的那个次第哦，一步一脚印。人之含性啊，哦，皆自无极理天而来，哦，自理入气，则居于气禀；自气啊入相，哦，则蔽于物欲，而来入啊迷于，而自性啊哦迷灭了。开天收天哦，为防上帝的事，上帝不言，借人而言，此尧舜禹汤。文王、周公、孔子三教圣人祭天立极代天先化哦，之所自来也。盖长道之圣，天绝人也；代天先化哦，人绝人也。天绝之人谓之先绝，人绝之人啊谓之后绝。本然之性啊来自理天，人人本有，然迷而不知其有，竭则由而哦，各知其有矣哦。所以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啊，我们本来个个都有。各位前人，这样对呢？这个《易经》啊，有没有一个开裂的认识？拢了解啊啦吼，袂安尼拢听无哦。之前啊，一直讲拢听无。哦，这样就比较亲切了，有没有？哦，所以啊，我们还剩下哦半个小时的时间呢，哦，给各位发问。以前啊，要是哦，这个有开点风、开点冷气啊，或许是最怕了。现在竟然满身大汗。好啊，你问。各位讲师好，各位先生好，刘讲师好。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那个八卦对不对？那它卦象里面是不是之前就是有点刘讲师有说有？有名字什么？看龙有尾。哦，那个已经是卦辞里面的，那往后啊我们会讲，因为或许现在在写哦，孔子的诗意啦。孔子有十个哦，在解说《易经》内容的哦那个言辞，那或许说哦，我们既然要研究，就要从源头哦研究，不要哦从中间那个哦。哎，那个变异啊，去哦了解。那我们哦要知道说，孔子的诗意啊，它是从根源来讲。那我们从根源了解哦，他说哦那个乾，那乾啊哦，它有哦那个啊哦乾隆在天，有没有？哦，然后一直升到最高哦，那个亢龙有悔，有没有？那个都里面啊，孔老夫子都有解说。哎，那我们从哦那个孔老夫子的诗意啊，哦来研究。那哦现在或许是讲哦那个孔子写到哦孔子的哦第七、第八，还有第九、第十。那好了以后啊，会印好以后会给各位看，各位拿到以后看啊，一定会说哦一个头两个大。不过哦，我们慢慢研究了，因为或许在后天庙就是钻研这一些了。那后来哈、哦，就是说啊，哦，这个变异哦，你不要研究了，它一样变异。你研究的很透彻，它一样变异，对不对？那或许现在是说啊，我们可以从这一些呀、啊，哦，得到一些启发。不易的是什么？变异的是什么？哦，它能够长而不变，能够变而有常，秉的又是什么？哦，那我们了解，对我们有帮助。那因为我们哦，一般呐、啊，可以说都了解不透彻了。虽然有研究哦，心理心法已经进入第四年了，可是哦，真正的落实在哦我们的行为啊，毕竟都还有限。
那我们哦，一讲到易经以后，拢甲你乌乌出来啊！你唔对的所在，唔好的所在，应该努力的所在，拢甲乌乌出来，啊，咱就知影哦，唔对伫个多位，哦，应该爱改伫多位，啊，全部呢都出来了。啊，出来以后啊，对我们的实际帮助啊就很大，对不对？所以或许一改变初衷以后啊，嘿，就马上哦。没年龄呢，各位就可以看了哈、哦。这个入期呀、啊、是劳动节嘞，哦，然后第二篇呐、啊，哦是五月三号，哦啊现在在写啊，也不过五月十几号而已，有没有？哎，就可以把整个易经的脉络，哎都哈、哦、整个哦呈现出来。然后谁就想说哈、哦，这个对我们的帮助啊。有很多浅浅说哦，啊，现在儒家应用，你哪个讲拢讲佛经？我就来讲哦，儒家经。孔老夫子讲的是不是儒家？是。哎，啊，所以全部都是儒家。那或许以前为什么不敢说？因为哦，我到国民下无毕业证书嘞，还没讲哦，迄儒家的思想哦，好像离我都很遥远。可是要讲易经的话，哎，不见得你哦，这个博士啊，能够讲得过我了。哎，所以要听儒家思想，哎，你就乖乖坐着听，唔通坐袂调啦。哎，拢吼就写嘞，爱坐调哦，听爱入耳，就要多改变。哦，真的啊，你能够从三乘六进入了，你就改变。三六加起来九菩萨，改变更大，哦，圆满回到本体呀、啊，哦，十圆满数，哦，就不忘我们这一生了，哦，还有吗？有没有问的啦、啊？有没有？好，请说。各位同事，各位谢大家，你们有讲师吗？这个第十页哈，那里下面有一个挂神山气，气是变二十有四，气统三火，火是变七十有二，一火是变五十有四，那个要怎么谈弄清楚？这个哈、哦，我们往后呢，往后都还会再说。哦，这个一卦呢，哦，统三气呀、啊，哦，气之变啊，二十有四，就是二十四，哦，我们二十四个节气啦。那一卦里面哈、哦，它有三气，就是一卦里面啊哈、哦，我们一个春啊，有六个节气，对不对？那一个卦里面啊，就等于哈、哦、春天哦就有两个哦两个卦，哦，然后夏天两个卦。秋天两个卦，冬天两个卦，合起来就八卦了。哦，就是啊，它是里面的延伸呐、啊。哦，然后一气啊，有三哦三祸。哦，然后一祸呢，哦五日有起呀、啊。咱一个节气哦，十五天啦。啊，十五天分做三下三分啦、啊。哦，啊五天的哦啊五天的哦几号啦？五天就有一祸、哦、然后啊、哦、十五天就三祸了、啊、你有了解吗、哎、就是它的细分、哦、详细的、哎、那个分节、哦、所以啊这整个啊、哦、就讲到、哦、得三百六十日、哦、那个一气、哦、一直啊我们这样、哦、按照的、哦、那个秩序啊走下来刚好一年、哦、这个一岁了一年哦，三百六十爻，哦，六十卦，然后加元气之本，哦，乾坤，哦，看离六十四，哦，三百八十四爻，哦，一岁啊，这气啊，哎，就已经圆满。还有吗？陈老师，好，请请问那个圆觉经说，善男子但诸菩萨即为师众生，具一切时不起妄念。于诸妄心一步行念，诸妄想尽不加了之，于无了之不办真实，不变、哦、不变真实，可以请刘讲师讲解一下吗？这个是在圆觉经、啊、
就是我们这个哦，这个菩萨呢及末世的众生，居一切时啊，哎，就是整天呐、啊，哦，二十四个小时，哦，我们在二十四个小时里面，我们呢就是了解到哦，我们一切啊就当下哦，就是哦全部都具足圆满，哦，没有欠缺了。所以在哦整天哦之中啊，都不起妄念，不要起念了、啊，起心动念哦，就已经离开本体了。所以不要起念，那一诸妄心哦，亦不熄灭。为什么？因为啊，我们没有妄心，哦啊，所以妄心是我们分别而来，哦啊，所以你要熄灭妄心啊，表示啊，哦，你有两个心。哦、所以一直妄心啊，亦不熄灭。哦，住妄想境、哦，因为我们所住的境啊，都是真境。那我们因为落入凡尘，哦，学习了，哦，知道这一些啊，都是不真，所以就变妄想境。哦，那我们住在妄想境，其实都是真境。哦，所以也不熄灭，也不要哦，去呀、啊，哦，离开这个妄想境。哦、不要 去管它，它就是真见、哦、所以我们了解说是我们、哦、起心动念加以分别加以变化，然后才形成、哦、每况愈下、哦啊、所以啊、哦、一知呢这个妄境呢、哦、一不熄灭，知妄想境不加了知，一无了知、啊哦、不变真实，你去分辨它是真、哦、它是假，那就已经、哦、落入对待、啊、你不分辨、啊、它就是已经当下圆满、哦、所以这个跟我们在研究、啊、易经、啊哦、有一点相类通、啊哦、就是你不要起心动念、哦、就没有对、哦、没有二、啊哦啊、没有二、啊、就没有正、哦、就没有、哦、那个四哦啊，没有四啊，就没有坤，没有八，哦，没有八就没有七，就没有五，就没有六道轮回，哦，六道轮回都脱离了，这样有一点了解吗？听的人啊，有一点么了解不？因为我们还没有讲《圆觉经》呐，哦，这个有前学一直推荐啊，说要讲《圆觉经》。我今嘛下一日堆地坐起来吼，哦，楞严都还没讲完啊，又插进来讲哦易经，哎，然后我们还要回去讲哦那个啊哦楞严经，楞严经讲完，我们又加入金刚经，哦金刚经讲完，还有维摩诘经，哦，好像很多哈、哦，哎，可是现在又要加入啊易经。哦、把它、哦、贯穿在中间、啊哦、这个拿到以后我们各位看、哦、时间成熟了我们来讲，或者在回想、哦、老天在世的时候、啊、一直要推广戏理心法，可是、哦、一直在天眼佛眼、啊、一直在、哦、这个筹措、哦、要怎么样来开戏理心法班，那个时候谁还没有体会说天眼佛眼的定位、啊哦、是在观光，不在呢、哦、利益众生大转法人，没有体会。那到现在、哦欸、我们同一公这样、欸哦、要砍树、啊、要撤除佛舟、啊、才去体会到说啊，那个时候老前人一直要推广戏理心法，一直为什么没有办法如愿，原来就是天眼佛眼的历史定位是观光，所以你再怎么弄怎么弄它都落入观光。好，我们现在回想一下，我们去天眼佛眼是不是去观光？我们去天眼佛眼是要去追求戏理心法吗？就已经去观光了，对不对？所以定位了，那或许鼓励啊，我们这边一定要定位哦，性理真传同一宫，同一宫性理真传历史定位，这样可以做到吗？哎，这样对众生才有帮助的哦，是哦，
这个茫茫苦海之中的一个殿堂，一个方向指南。哦，底下不一样哦，不但是我们台湾哦，全世界啊，都看着我们同一宫。不要在那一些小事里面哦纷争啦，纷纷争争，人家讨厌。还有吗？还有没有？好，请说。你在聊讲师吗？第八页那点有什么？有什么作用？还有跟老师有什么那个这种关系吗？哦，那个哦，第八页的那个图案哦，就是啊，我们哦往后啊哦，它所有的哦那个啊先天六十四卦哦那个啊哦卦序，以及啊哦方术。哦，它的里面的变化前显呐、啊，往后会收。那个往后啊，哈、哦，我们会收。你看哦，我们哦，哦，现在一般呢，哈、哦，就会念了、啊、哈、哦，这个，哦，乾坤，哦，遁卯西送师，哎，这个、啊、都在这个里面呐、啊，哦，乾坤啊，遁卯西送师，哦，那一个，哦，可以念的啊，很顺的哦，那个啊，啊，或许没有写下来了，那个倒不是很重要，变化的啦，往后会讲，嗯，还有吗？刘老师这边还有一个问题，好，你说。何谓三轮体空？哦，好，这个三轮体空哦，就是布施则空，受施则空。布施之物啊，空，哦，叫三轮体空。那、啊、所以哈、哦，我们要了解到哈、哦，那个布施者，你又不是生来的时候你就带来，所以你布施者啊，本来就是空的，哦，就是因缘际会，哦，到你的手上有钱有东西，你把它呢，哦，这个拿出来给人家用，所以这个布施者空了、啊。哦，然后受施则空，受到布施的人啊，这些东西呀、啊，哦，你拿到了哦，你又不会说死掉又带走啊，所以啊，一样是空，哦，所以受施则空，是那个时候你刚好有需要，啊，人家给你，哦，你就拿来用，然后布施之物啊，空，就是那个布施的东西呀、啊，就是天地的物质。哦，天地的东西啦，哦啊，一来一去啦，它本来没有固定是谁的啦，所以它是空，这个叫三轮啊，体空。它、啊、能够体会三轮体空啊，你就没有哦那个我给人，我受人家的布施，然后啊哦我有布施的东西，你就能够进入啊哦真理，哦全部啊都在真理里面。哦，都没有，还有吗？好，请说。好，我想请问一下，热带跟多脉有没有打光？对修行人有任脉跟督脉打通哦，对我们健康很有帮助的，对修道没有关系的，对你身体的健康很有帮助。可是你要哦投入啊，任脉都哦督脉打通啊，那个要很长的时间。你倒不如把这个很长的时间啊拿来改毛病、气脾气。你知道你脾气毛病很大吗？要改啊，不然你听得再久没用，要实际去改去做。还有吗？没有人要问哦，要下课哦，进来大家哈哈笑。